出门前，我有跟就是我的家人们说，因为今天是学校的欢迎日，然后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日子，然后可能没有办法陪伴你们大家，就是从早到晚，就是我晚餐一定会回来跟大家一起吃。对，我觉得像重要的日子，我绝对不会不参加。虽然爸爸就是怎么说会工作，但是你的重要的日子，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就随时一定会出现在你身边。哎呀，谢谢。在就是小孩子上课很开心，但是难免会觉得怎么突然小孩要上课了，又期待又觉得有点感伤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去学校喽，你开心吗？我要去上面，我要去这上面。去上面干嘛？我要去这个。你要去天空啊？你要当小鸟飞起来啊？真的吗？我也不是，我要在房子上面。你在房子上面做什么？我在房子上面睡觉。在房子上面睡觉。那你跟老师说一下好不好，就是你等一下跟到学校跟老师说，老师我想去房子上面睡觉可不可以，要不要？好好好笑，好好笑，对不对？来啦，等一下爸爸会打电话给现在爸爸一起工作的家人哦，你要不要跟他们讲讲话好不好？爸爸不会害羞，他是爸爸很棒的家人哦。爸爸，你双手安全带怎么掉下来了？掉下来了。好了，不要再拉了，太紧了啦！你一直拉，把它拉这么紧。好了。那你要跟大家讲话哦，然后你要跟大家说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，好不好？大家都会听哦，可以吗？那爸爸会害羞的。我不会害羞。为什么爸爸很好？没有，因为爸爸很好很好的朋友。还有，那爸爸会怕陌生的？爸爸不会怕陌生人呢。那阿拉会？艾拉会吗？你会怕陌生人吗？会。是啊。你是他谁？你的内裤被看到，快叫叫叫叫！是什么？结果我们那个什么静摊看了，还没。静摊我觉得有啥啦，他说只要去，对啊，只要没有那个管制的地方，我们就可以带自己带垃圾袋。Hello。哎，我来了吗？来了。Hello。来了。叔叔好。他是叔叔。Hello。好可爱哦、喔！我第一次看过小学这样的小孩，超可爱，超 Q 的。艾拉姐，你跟叔叔、跟哥哥、跟阿姨说，你今天要来做什么？哥哥阿姨，他刚才先说叔叔，叔叔阿姨，叔叔跟阿姨，哥哥阿姨是什么？哥哥跟姐姐，你跟哥哥姐姐说，你今天要做什么？我今天要看学校。要去哪里？看学校。哇，好棒哦！哥哥跟姐姐都很喜欢很喜欢你哦，然后要跟你一起，我们大家一起陪你来看学校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可爱。但是我们只有这一些位置，我们三个已经坐下去了。只要你们三个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在这个手机里面就好了。这一格就是我们的位置。对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进去的时候，那你们开自己的车跟我们。我们开自己的。好。好啊。好啊。好。好，那你跟那个哥哥姐姐说拜拜，我们等一下再打给你。我们等一下再打。好啊。
好，拜拜。啊，爱你们。我爱你们。啾咪，啾。拜拜。我们等，我等一下再打给你们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拜拜。今天做蛋包饭啊，就是没有什么原因，就是他很喜欢吃，要做蛋包饭。妈妈，要。你来的香蕉屋，但是我还是喜欢爸爸煮的蛋包饭。你还是喜欢爸爸煮的蛋包饭啊？然后我就是越做越有心得，然后每次不断的一直稍微改良一下。味道好就好。Baby 洗手啦，吃饭饭啦，我要洗菜，洗菜。没关系，你自己用啊。啊，爸爸很乖耶，乖就回来了。陈少宇，乖乖，乖乖。爸爸，单车马车滚，三二一。啊，两个小孩都是扒着，就是扒着腿不让我走，很想陪他们，但是又。知道自己要工作，然后也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你要怎么打造你的人生，让小孩子来看爸爸有什么成就，然后当他长大的时候，他会觉得爸爸是一个很厉害的人。我想要成为他们心目中很棒的爸爸。